救一下。哇！棒棒棒！小小好可爱呀！我飞整个蛋糕。早上好，我是思思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二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，尊享超前彩蛋加更版，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萌娃当家。你就喜欢跟着爸爸到处走是不是？我是。不喜欢待在家里是不是？是是。妹妹想不想吃披萨？来一个嘛。妹妹，你的那个饼干在哪里吗？啊，是不是这个？小朋友的话，这个是卖的比较好的。是不是这个？是草莓的。来，拿一个。一个十分，两个30哦。哦，来拿两个。两个味的，你看要不要一样选一个？来，一样选一个。只要不做饭，都可以啊。爸爸。哎。这什么？棒棒糖是不是？奶牛。奶牛一个。小黄鸭，哎，好，刚买两个，待会儿再吃哈，现在不能吃，走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Thank you。哇，最近很喜欢逛超市了，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半加工的。哎，我要不把明天晚上的都买了吧。这是什么？爸爸买了几颗啊？你告诉他，好不好吃啊？好吃了就行了。嗯，我觉得今天晚上可以吃个甜皮鸭算了。爽啊，这个妹妹吃意大利面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爸爸给你做意大利面。好。然后妹妹吃这个好不好？芝士培根，这个不辣。要不要吃第二个番茄？这是芝士培根，就吃这个吧，好不好？要吃。要吃这个。吃这个。奶油的更好吃哦。这个不辣，这个也不辣，这两个你选一个嘛。这个。好吧。妹妹真会选。哦，索索喜欢吃这个。爸爸。哥哥喜欢吃这个。妹妹也喜欢。我喜欢。差不多走了。哇，今天有甜皮鸭，甜皮鸭很棒哦，披萨，这晚上可以吃。这是明天早上的，我们俩一人一个。我还以为是啥呢，结果就那么一点点。不要丢，就这么一点点。够了呀，一个人吃不够吗？辣的妹妹不能吃。爸爸，爸爸，嗨，爸爸，爸爸，嗨，妈妈，爸爸，啊，爸爸，我穿不，我穿不下。什么？我坐不下。你坐不下？我坐不下。哦，鞋脱不下。啊。哦。来来来来来，要先把这个鞋带解掉。噔。噔啊。
我以为你以为要去哪儿？过来。那小哥哥。过来，喊哥哥下来。快点，妹妹过来唱歌了，快点。呀，哈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哎。来来来，唱歌了。再。一闪一闪亮晶晶。不要，我要唱《门没锁》。来吧，门没锁。来吧，门没锁。一直唱了一句、啊，天都黑了，天就黑了，你都没来过，没爱过，天都黑了，谁都没来过，没来过，谁都没有回家过。爸爸给你地洗一下好不好，去捡起来。站起来，来站起来，阿宝。奥利，还有个虫子。感谢的学生妹，谢谢爸爸。不客气，小米。妈妈，帮我找一下小白。他在哪？那个小白，对。
小白菜刺，我真的好想录了。来吧，你出去。为什么你爸妈妈都不害怕妈妈？小白，跟我来。哎呀，安静！跟你们说了，温柔，温柔，温柔，会不会温柔？妈妈，给他放他猫窝里去。小白，去你猫窝窝里。放在这里。那躺这里吧，好了，轻轻的，温柔，记住没有？温柔。他走了，关上门吧。哎，我为什么这里也破了？哪呀？去帮我拿根碘酒，帮你消毒一下，好痛。这个饭渣，你哪里破了？跟小宝一样，就是没小颗小颗的，不知道怎么弄。这算疾病吗？妈妈，我这里挤得好痛啊！这个为什么啦？碘酒不是一般不痛的吗？不知道，挤得好痛。你知道有一种咖啡叫猫屎咖啡，真的？妈没有骗你哦，真的骗我了，我真没骗你，猫屎咖啡真没骗你，而且很贵很贵哦，还真没骗你，那是咖啡中很好的咖啡哦，很香哦，就是用猫臭粑粑拉出来泡哦。你想喝吗？你想不想喝？下次我弄一点给你喝喝。不想喝。阿咪呀，妈妈这个真没有骗你，真没有骗你，我发誓我没有骗你。妈妈，你给我看看，你给我看看那照片。我现在没有，我给你看看。好的，我搜一下。猫屎咖啡，一亿，在印尼盛产。这不是中国，这是印尼。这是谁呀？最贵的咖啡，只有那种猫才可以拉出猫屎咖啡哦。就是这种麝香猫，那小小能拉出来吗？不是，是有一种猫，就像想想这种猫吃的咖啡果，它不会拉出猫屎咖啡。这不是的，是有专门的一种猫，它吃了一种咖啡树上的咖啡果，吃到肚子里之后，然后那个咖啡果在它肚子里消化，但是那个猫的消化功能比较差，然后它的粪便会裹着这个果子，我们最后才能做成一个很干净的可以吃的猫屎咖啡。打我呀！
喵喵，豆豆，哎，你们刷牙了没有？没有刷牙，没有洗脸，没有喷鼻子，没有喝水。马上过来刷牙 ，Come on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牙膏嘛。等一下，我先来，你再来，哪个更大就先来，好吗？举手，哪个手更高？我的手更高。那我先来，一、二，完了，漱口，漱口，喵喵，睡，吐，吐，喵喵，过来。干嘛？擦脸，妈妈。转身。OK。给我拿着叉子，爸爸，我不喜欢叉子。OK， 你等一下。我今天还没有吃东西了。真的啊？对。奶奶尝一个，尝个那这个奇奇怪状。可以吃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对啊，可以。喵喵宝宝超大的。苗苗包这个馅太多了，我想吃一个，但是太多馅了。我吃一个豆豆包的，这个肯定是豆豆包的。对。你觉得怎么样，豆豆？还好，好吃的。你觉得这个好，还是卤肉饭好？还是这个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那是你自己做的。是啊，自己做的，吃着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？感觉有一种巴适的班感觉。我偶尔喜欢出去吃其他人做的饭。哦。但是呢，我每一次最喜欢吃的就是我自己做的。嗯。对，你自己做的饭你就懂了，这有多么难。嗯。你做了那么多饺子刚才，累不累？累。嗯。然后你想，我们基本上每两天都在家里吃饺子，对不对？嗯。所有那些饺子是谁包的吗？姥姥。嗯。那你想，今天你包了48个饺子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包了48个饺子。平时姥姥给我们的饺子，一个袋子里面有多少个吗？有差不多100个左右。每一个星期差不多，姥姥要给我们包100个饺子，还要包给她自己100个饺子。每一两个星期都有。累不累吗？累得很。嗯。包100个多难吗？那你觉得应该什么？好吃。不是。哎。谢谢姥姥，你每个星期都给我们包100个饺子。我每个星期给你们包100个饺子。嗯，不止100个。啊，不止100个，很多。无限。也不是无限，无限姥姥做的要累死。妈妈要录一段话啊，你说妈妈早上好呀，西西很乖，自己吃饭饭好吗？嗯，我告诉妈妈，我要好多好多大大西西。今天是什么节啊？清明节。这个你等一下，你说妈妈节日快乐，大大啊，等一下弄啊，谢谢哎，拿好。好了，你要给静腾说，妈妈我很乖，我自己吃饭饭好吗？来。妈妈，你等一会儿回来，等我。你别着急，这个还烫，你等一会儿吃，好吗？好，非常好。哎呀，你自己发挥得很好。他会不是跟着你背，他自己会加出来。你昨天吃了胡椒酥，头发像胡椒一样的飞起来了。嗯。没有啊，你看。我吃不完这个，别给我一个人，你们一人吃。我也要吃一个饺子。那你把这个汤喝完呀，喝完再吃。啊，来一口吃汤。喝完了牛奶，快给我饺子。你刚才给我的饺子吃完了。嗯，就这个呀。从头上吃。胡萝卜。嗯，胡萝卜、玉米还有肉肉。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菜菜。我不喜欢吃饺子。你吃吧，你吃饱了、啊，吃饱了给我吧。吃饱了、啊，我就估计你吃饱了。再吃一个面包，水果面包。
来，我们一起大扫除喽！大扫除。我们把这个柜子给妈妈和弟弟，好不好？一会儿把弟弟的床放在这儿，好吗？好。来，你先把你的这些衣服都叠一叠。哎呦，我们西西会叠的，哎呦，几分钟就可以叠好了。哎呦，厉害的，外婆知道了。好了，来，你来负责叠臭。对，你来负责叠裤子啊，来，爸爸负责把床要拿出来的。哦，哇，好。啊，要我帮忙吗？他在笑吗？就这样，对。爸爸在笑吗？您歇着。不错呀，挺好。好，你就这样叠吧。来，先叠裤子，再叠衣服，一样样来啊。把你这都叠好。大叠衣服。这是我的有帽子的衣服，有帽子的衣服，看我叠好了。西西好乖，不错。来，衣服放在这边，裤子放在这边。大叠袜子吗？不用叠袜子，就把你这一堆衣服叠好就好了。这是兔子，兔子，兔子，这是兔子，兔子。哎，我们西西好乖，小兔。我们西西长大帮一起叠衣服喽，嗨，西西劳动。我还在叠衣服。不是，我要检查的啊，叠不好了不行啊。你叠得很好。这是你叠的吗？你叠得这么好吗？来。你不要在这里的，快掉下去，快掉下去。不会掉下去的，我是大人。你要不要这个东西？要不要？要，要快点呀、啊！好了，走，抱着衣服出去。啊，好，会走路了。好，来。啊！哟，爸爸，你会回来的，你的小正方形。我要小爱心，什么小正方形啊？爸爸，你欢迎回来，给你比一个爱心。哎呀，你的蛋糕应该快到了，宝贝。这是草莓蛋糕吗？有好多蛋糕。那我们画一个蛋糕好不好？我要画一个草莓蛋糕。画一个蛋糕，你的蛋糕要几层啊？要三层。三层。哇，好。好，你看我们有三层的蛋糕。再给你弄上蜡烛。我们在这儿把草莓画上去好吗？再弄上蜡烛，再弄上蜡烛。稍等啊，我先给你把草莓画上去。蜡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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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蜡烛。你看，有蜡烛了，上面还有火焰，你看到了没有？我还给你画了火焰。哎呀，我们来过生日吧。那我们要唱生日歌吗？我们先唱中文的，再唱英文的，好吗？好，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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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吹蜡烛吧。你喜欢吃草莓吗？那下次要吃什么蛋糕？巧克力蛋糕。巧克力蛋糕，好的。我们来玩这个吧，这是我自己准备的。好呀，祝你生日快乐。那你在这儿来玩吧，上来吧，我们在上面来玩。好，来吧。弹琴。两只老虎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跑得快，跑得快。来你来你来你。你会唱两只老虎吗？来你。老虎虎虎。
你能数这里面有几个珠子吗？一，1 2 3 4 5 6 7 8 9。好，用英语数一遍。1 2 3 4 4下来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5 5 6 7 7 8 8 9 9。对了 ，perfect。爸爸是吗？那我帮你找电话。我先等他端着了。喂，西西。我要先找电话。电话已经找不到了，来过来，我告诉你为什么找不到。你是不是乱扔你的玩具了？嗯。乱扔玩具之后就怎么样了？找不到我的电话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一直找吧，我现在就要。那你能不能以后不要乱扔东西了？以后不这样呀，以后。我错了，以后不这样了。那以后就不能扔东西了，好吗？嗯。走吧，出去玩喽。啊，走了。哇。哇哇在你家。小宝，小宝，哎，站住了。哈哈哈哈哈。要加加味。今天要干什么？上哎，你不能动我了，这是我的钱，你怎么能抢我的钱呢？这个是我给你的，我买你的这个，我要付给你钱。你有那个内胎吗？内胎。好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呀？好嘞，下次再见哈。好了，给妈妈了，等会妈妈又给你。我要给妈妈这个。